我去了啊！别，万一摔跤怎么办？我跟你一起，演一半，来。 你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那还不是因为你陆龟毛踩我拖鞋后跟儿。以后能不能换个称呼？不要叫我陆龟毛。靖哥哥。嗯。你，嗯。 是什么意思？那我们现在还去倒垃圾吗？嗯。